个三月十七号马上就要飞往美国进行这个一连串的巡回演出，我们要特别代表唱片公司要送上礼物，希望这个王大文呢，你希望能够唱得好嘛，对不对？那唱得好的话呢，就一定在个出门在外要能够吃得饱。对，也要能够睡得好，才能够有这个精神准备最精彩的演出嘛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代表唱片公司来送上这个礼物。你之前有没有看奥斯卡颁奖典礼？我看了。有看哦，有看到大明星们都狼吞虎咽吃披萨的样子吗？看了。看到了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担心现场大家都肚子很饿，送上了这个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直送的披萨，一模一样的复刻版，一模一样的盒子。来来来，你可以当 Alan 下去分送披萨给那个山寨版的 Brad Pitt。好、啊，山寨版的 Angelina Jolie， 好不好？那我要就是对对对 ，Ellen 主持人一样，那我要分享给大家吃了。他谁肚子饿了、啊，想吃个披萨的，来来来，拿一块好了。好，一块就好。OK， 谢谢。哇，大文真的很贴心哦，女生也可以吃呢。OK 的 ，OK 的，女孩们一块来吃，一块来吃。好，那大文，我们这个分送几块，意思意思，就能可以回到舞台上来。我们这个跟着披萨盒一起来拍一个比较好看的。哎呀。哦，哎，送到那个啊，送到新疆去了是不是？哎呦，哎，就很远哎，跑很远哎。王大文，该回台北喽。看了我们家不知道上哪。他有送到屏东去了是不是？王大文回来啦。谢谢。哎 ，Pizza Boy， 台上阿关姐肚子很饿啊，可不可以分送一块到台上来？哦，我们的贵宾们，然后等一下让大家可以就是继续的享用啦。OK。哦，开心啦，开心啦。不过呢，拿着披萨也可以来拍个照，好不好？这样帅帅的感觉 ，OK？ 好可爱哦，而且我们是完全复刻哎。哦，来来来，八八二五二五二啦，对对对，秀一下秀一下。有吃的动作。对，做事享受，对对对，吃的披萨大口咬定，大口咬定 ，OK？ 哎，你看我们这个披萨厂商知道哈？对，おいしいですか？好吃吗？好吃好吃 ，OK。那我们有拍到王大文这个，加油哦，再吃一小口是不是？好，再吃一小口哦，这个 pose 不容易啊。好，来来，对，轻轻做事，做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对，做个样子，不用真的吃，不用真的吃。那吃完拍完你就发胖了。哎，对对，来看一下前面，不用真的吃，王大文真的肚子饿了哈。